安迪，喂，水水小姐，其实是我们的新产品啊。哇，谢谢 Melis 哈。哟，大嫂，没有想到你会来这里看东西哦。也不是买不起，这么小瓶要99.9毛，又不是999黄金。Please 啦，这里是 shopping center， 不是巴萨，是不可以杀价的。好，虾米。哎呀，买了那么多东西，还要买什么？啊？完的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的名字叫做 Sammy， 不是虾米。你华文名字不用啊，偏偏喜欢当虾。子健，你在看什么？来来来，看一下新的产品。哦，你在看化妆品呐、啊？马德跟你说，过年的时候呢，衣服最好不要穿黑色，还有那个脸呢要擦红一点，这样哦就有光彩啊。不像有些人怎么擦怎么擦，那个脸还是黑沉沉的。是啊，化妆品是应该买的，不过口红就不用了，应该留给那些嘴巴大的人用。我用一只，人家要用两只。你，紫金啊，你应该多把自己打扮一下，这样才可以嘎哇促进感情，最好是鼠年啊，生一个儿子。马德，我们下面看东西吧。妈的，有些人的命呢是没有比我好的，第一胎就生男的。是啊，紫金，你看虾米多幸福。妈，生儿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哎呦，你看你的脸这么的粗，又没有保养，难怪大哥看到你都没有胃口啦。真的很差呗，这倒就好啊。嗯，美女，叫我啊，要不要试试我们的新款式？喂，看这种脸你叫美女，那我你叫我安迪。哦，刚才那个不是我，是我的双胞胎。喂，每次都去做 fashion， 这样人家就觉得我美咯。马德，今年我买鲍鱼一次，给你过年好不好？好啊，走。小姐，又是你？哦，刚才那个不是我，是我的三胞胎。美容服务。好，这边请。